吃垃圾视频，拿来吧你。给妈妈大王干什么？小气姐夫。爸爸姐姐呢？说了两句，他还生气了。不用管他，我们吃。哎，你干啥去？生气啊？起来，什么？好吃。我是大雅姑。小小的姑娘。我去图书馆。姐姐，你带钱了吗？不买东西不用带钱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干啥呢？姐姐，现在不没有钱，一点眼睛罩都没有。这个不够，不够我就教了他用。够了，来来。我把我的梦想，卖了三两。